澳洲經濟以至訂單萎縮，使港商更係百上加斤，束手無策。另外，中國各一線嘅城市近年飛速發展，有機構編製嘅城市競爭力排行榜顯示，香港喺綜合競爭力雖然仍然排喺第一，位於第二同埋第三嘅城市嘅差距於過去五年逐步收窄。另一項反映增長潛力嘅成長力排行榜，香港喺其中嘅排名過去六年就逐步下降，由排名第四一度跌出十大，表明香港發展停滯不前，被上海同埋北京等內地城市超越嘅日子越嚟越近。台主持香港新一屆嘅掌權者喺處理世界經濟危機嘅時候，有聰明洞悉問題，有策略改善經濟，有智慧處理危機事件。在香港的長遠發展中，能夠懂得發明香港的優點，使香港在亞洲甚或世界性的發展路向上有清晰明確的定位，要香港不但在中國，更要在國際間成為一個重點國際級的城市。使香港的發展咧，係能夠更加多元化，能夠咧喺經濟模式能夠順利嘅轉型，求全咧恆行智慧同埋謀略，讓六大優勢產業咧能夠開拓成功，各樣嘅配套咧更加完善，同埋咧係更加係可持續嘅發展。我哋同嘅開聲，一同嘅低頭。主啊，我哋感謝你喺過去嘅日子，我哋承蒙主你嘅保守，讓香港喺經濟嘅發展能夠取得一定嘅成長、一定嘅進步、一定嘅成績。香港成為國際航運、金融、旅遊、物流等等嘅中心，香港服務業亦都能夠成為我哋全中國亞洲區所數二嘅地方。我哋感謝你，主，我哋為我哋過去香港所見到嘅成就，我哋獻上感恩。主喺個時間，我哋求主你賜福同埋賜智慧俾我哋新選咗出嚟嘅特首同埋新一代嘅管治班子同埋問責班子，讓佢哋能夠有智慧、有聰明去帶領香港去面對前面嘅挑戰。我知道面對前面的挑戰有歐債的危機，香港經濟是不明朗，產業太過集中，香港我們需要更多元化的產業發展。我們知道香港有更多所面對的很多隱藏的危機，是需要新一屆的領導班子帶領我們往前。香港經濟需要是能夠有更廣泛的發展，讓我們給我們新一代的特首和領導人能夠有這個智慧帶領香港，給我們 有好的環境、營商的環境，亦都創造更多的新經濟點，亦都讓年輕一代有更加多發展向上流動的空間，讓香港的經濟係能夠不斷嘅能夠突破，成為中國走出去的大門，亦都成為國際走入中國的一個門檻。再讓香港真係能夠成為香港、中國同埋成個亞洲的祝福，讓香港的定位能夠成為亞洲的城市、國際的城市，讓香港能夠成為我哋國家的祝福，甚至乎我哋嘅福音能夠藉著香港能夠傳遍國家同埋全世界地方。我哋多謝我哋讚美你，讓我哋喺到時間亦都求你，讓我哋香港工商界嘅朋友有更多嘅智慧，喺佢哋營商嘅時間能夠更識得能夠抓住機遇。嚟緊十年嘅規劃，嚟緊好多嘅機遇，我哋俾佢哋把握，不但鞏固同埋提升香港過去嘅優勢，更能夠喺唔同嘅產業有更多嘅發揮，更加多元化，能夠成為眾人嘅祝福。要求你俾我哋嘅營商嘅朋友，佢哋係能夠用誠實公義嚟到營商，讓佢哋嘅營商，亦都讓佢哋嘅員工能夠分享到呢一個嘅經濟效益所帶嚟嘅祝福，讓啲公義誠實能夠成為營商每一個人嘅目標。我哋感謝你，要我哋營商嘅人有社會嘅公義，有社會企業嘅良心，一同嘅為香港、為香港經濟、香港未來同埋香港前路一同嘅努力。我哋求你祝福工作嘅朋友，亦都讓更多工作嘅朋友、更多愛主嘅朋友被興起，同埋美好嘅見證喺職場裏邊有服侍你，見到你嘅祝福帶領香港往前去。聆聽我哋祈禱，奉靠救主耶穌基督嘅名。有分析顯示，2011年上半年嘅貧窮人口高達1,240,000人，平均每5.8人就有1人活喺貧窮線之下。雖然係咁樣，政府嘅綜援制度，加上香港有不同的社會福利機構、慈善團體、教會、基督教機構等，均對有需要的人士提供不同適切的支援，令受助者能夠得著生活所需。
要長遠咁樣解決貧富懸殊問題。我哋要祈求主興起富足嘅，願意與缺乏嘅分享，因為經常記著說：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他本來富足，卻為你們成了貧窮，叫你們因他的貧窮可以成為富足。求主賜新一屆管治班子有恩慈、有策略，能夠帶頭起嚟扶持貧窮人，鼓勵唔同商人能夠回饋社會，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十願在扶持、建立和長進中，生命得著堅固，能夠自力更生，更可以堵截跨代貧窮的咒詛。在這些資源的配搭，耶穌基督的精神必使人得著轉機和出路。耶穌，多謝你，因為你本來是富足，更因為我是成為貧窮，叫我今天我們能夠在你裡面成為富足。主，我們感謝你讓香港能夠在很多經濟持續的發展，主，我們有充足的很多的外匯的儲備，但它是體現在我們的社會裡面貧富懸殊的差距卻是很大。主，當我們推崇在很多消費享樂的當中，主，我們求你讓我們能夠體現眾神你們給我們的富足，讓我們能夠去向那些貧乏缺乏的人能夠來去分享。主，要讓我們社會裏面不單止為了自己的國享樂，讓我們能夠有一個關愛文化。主，我們感謝你過往推動很多的教會、很多的社福的機構，同很多的前線的社福的人員，我們都去關心在我們城市社會裏面的貧窮。主，特別我們看見香港的貧窮不單止有財政的貧窮、老年的貧窮、跨代的貧窮、一些結構性的貧窮，我們需要來去解決。主，我們求你給我們未來的特區的政府能夠讓他們有恩慈、有智慧，曉得怎樣去分配今天我們有的資源，能夠讓我們活在貧窮當中的人能夠有尊嚴地能夠有一個可發展的機會。主，我們求你祝福我們的未來的管治的班子，無論在社會服務、社福的上面，或者在經濟的發展的上面，讓我們都能夠有一個的均衡的，讓每一個群體都能有機會來到可以向上流。主，我們求你憐憫，我們都為到呢在我們社會裏面有富裕一群。主，我求你來到去消滅在我們當中受苦的心。主，我求你讓商界能夠管著企業社會的責任，願意作出回饋，願意作出去貢獻，為香港未來的發展，讓我們能夠可以有更多人能夠有創造更多就業的機會。主，願你的公義、憐愛臨到我們的社會。主，我們都為到活在貧窮裏面的人。主啊，你話你揀選世上貧窮的人，叫他們在信上面來到富足。主，我們求你讓活在貧窮裏面的人，他不單單是自卑，不單單是很多負面 的思想的無奈。主啊，求你幫助他們能夠有著信心，能夠有著積極的那種的態度雖然在貧窮裏面，有他卻是在主裏面能夠有著積極的人心、上進的心。主，我們祈求你去憐憫香港，願香港的貧富懸殊得以化解，願神你的愛充滿在我們的城市的當中。主，我們多謝，我們讚美你，求你垂聽我們的禱告，奉耶穌基督聖名。回歸之後，隨著政治、經濟、社會變遷，市民社會意識高漲，有時會走上街頭以示威遊行表達訴求，但是香港並未予人一種亂的感覺。以2003年七一大遊行為例，雖然有500,000市民上街參與，但是遊行隊伍井然有序，所表現出來的理性有序，市人對香港社會的文明、市民的高質素都給予高度評價。不過近年情況卻起了變化，示威者與警員的衝突好像成為遊行的壓軸戲碼。我們的城市需要啲咩嚟到中和呢啲激烈嘅情緒呢？我哋祈求和平之君，我哋嘅主喺市民嘅激動中興起和平之子，喺不同理據嘅矛盾中興起仲裁者。我哋更同心祈求主興起使人和睦嘅人，
願意帶領群眾在柔和中表達，亦求主賜掌權者以及新一屆的管治班子能夠在謙卑中聆聽，了解市民所需，叫香港能夠在主的平靜安穩中穩步前行。大家一起起立，我們一起起立。香港是非常之需要黃綠，非常之需要黃綠。我們看看我們那個 PowerPoint， 我們有兩項的，現在這個第一項，那我們大約是用半分鐘，我們就期第一項，好嗎？然後跟著另外那半分鐘我就會期第二項，好嗎？我們可以預備開始期第一項。掌管國度權柄的主，甚至在二十一世紀的執政掌權者裏面，是對前景是有意象、有遠見，能夠將國際的視野帶給群眾，讓群眾能夠渴慕參與。正如主耶穌，你將天國的意象告訴門徒，門徒就起嚟應命而去。又要我們的執政掌權者能夠身先士卒，願意以身作則，活出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作群眾的榜樣。正如主耶穌你為門徒洗腳，鼓勵門徒照樣去做一樣。這不但能夠建立領袖的形象，更能夠培育更多的領袖，讓精英分子能夠聚集起來。求主你賜掌權者有基督的樣式，有願意建立群眾的心。甚至在二十一世紀的執政掌權者，他們裡面能夠肩負帶領群眾前行的領袖角色的裡面，能夠在扶持別人僕人的角色裡面，都能夠發揮到基督耶穌這個君尊義僕的精神。願作領袖的不但是有群眾的支持，更有使人和睦的恩賜，能夠在協調不同的紛爭，是有能力帶領群眾進入和諧和穩妥的裡面。主啊，我們深信唯有你才是領路，唯有你才是先鋒。求主你帶領我們的城市，心願所有的執政掌權者都以等候上主之言作政綱的指向，又以愛心作動力，以喜樂之言帶出好的訊息，以和平之法協調所有的意見，以忍耐面對反對黨的聲音，以恩慈挽回落後的人，以良善體會民生，以信實完成所有的政綱，以温柔勸戒那些抵擋的人，以節制謹慎而行，以憐憫扶持那些落後的人。求主你讓每一位的議員和官員都能夠清晰地知道自己的崗位的代表性，除了是帶出嚴謹、盡責、智慧和建立之外，更要有這個基督的精神，不但只能夠協調意見、安定人心，更要成為香港市民的典範，新一代學校的榜樣，願主堅固他們服侍市民的心智，建立使人和睦的根基。感謝主，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求，阿門。